大的决赛清白场，最稳的班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球必应的足球小馆长，今天带来意甲分析，亚特兰大对战尤文图斯。亚特兰大是意甲中上游球队，近两个赛季进步很大，球队攻守都不错，且队伍的半大能力提升不少。值得注意的一点，该队双线作战，状态严重走低。客场尤文图斯名副其实的意甲霸主，长期垄断意甲冠军。本赛季开局持家，联赛和欧冠三连票后，目前高居意甲第一位。本场比赛他出客半一，考虑主队亚特兰大防守端着实一般，且尤文新赛季发挥强势且稳定，此战看好客队。本场推荐尤文图斯减0.75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了，考虑临场数据还会有变化，想要获取更多推荐的老铁们，可加我的微信足球678。你有赛事我来分析，加群索取红单，进群一。